大家好，我是 Trisha， 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利物浦官方消息，球队前锋沙拿当选为2021-22赛季队内最佳球员。今年29岁的沙拿赛季出场了51次，攻入31球，有15次助攻，帮助球队取得足总杯冠军以及联赛杯冠军，率队一分之差获得英超亚军，并且杀入到欧冠联决赛。在个人方面，沙拿在英超单赛季取得23个入球，和热刺球星孙兴文共享英超金靴奖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